价钱一样是80，数量很少很少而已。OK， 星期二，因为我们星期二那个款式几乎是前面的 S M 断到完 ，L 也是剩下一件。这个的 S I 更少哈、啊，这一批的 S I 更少，这个3到5件而已哈、啊。这个是爆款回货的、啊，颜色方面跟星期二一样的 denim blue， 还有黑，这两个色是一样的。星期二一样是有这个黑和 denim blue， 来新的颜色就有这个酒红色，还有就是这个 latte color， 这个是 latte color， 跟星期二那个 champagne 不一样啊。这两个色跟星期二的是不一样的，一样的颜色是有这两个黑和 denim blue。星期二买不到那个 denim blue 和黑的，考虑带走这个款式。这个是爆款补货来的，面料一样是西装布棉紧面料，西装布棉紧面料跟星期二的面料是一样的。OK， 这个款式很多顾客都还在找的，近看它的小细节先啊。版型就不用多说了，这个版型也是没有得谈了的。OK， 前面拉一样是前面拉链加纽扣，它用了一个很别致的纽扣，这个纽扣我也是有用过很多次啊，这个纽扣很别致的纽扣啊，一样有绑标的耳朵，左右两侧口袋是方身的，后面呢就是假象啊，后面口袋是假象啊，方身的只是在前面。这件裤子穿了很纤瘦，为什么我讲很纤瘦呢？它脚是这样子顺修，你看它只是微微这边添加了一个小细节，这样子的压线啊在这边，然后一个小 cut 的 V 在前面，它穿起来是非常显瘦，中低腰啊，这一件是属于中啊，要的话直播下单啦，因为上一期很多顾客一波下单没有拿到哈。啊，对了，要的话看了直播回来直播间这个 comment box 那边打你要的 cut color 和 size， 因为上星期二那天很多是在 inbox 下单都没拿到，虽然我们是在做直播，你看着直播，你 inbox 下单我们是没有保留先的，对、啊、回来这边下单啊，留言才是会先保留哈。这个款式的数量比星期二那一个的那个裤子的数量更少，所以要的话都是哦，这个星期二的是长的。属于 full length 的，这个就是属于一个7到8分的长度。我身高162穿了它就是脚踝上一个5cm 左右、啊。中腰啊 ，OK， 中腰最中腰啊，不是高的是低啊，对对对，中腰就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腰围、啊。这在肚脐那边这样子的长那个腰围 ，OK， 有口袋呀、啊、，overall 穿起来就是很 fit， 就几乎接近你去量身定做的那个裁剪。这个裁剪我们已经卖了。收放我们的西装裤，这个裁剪没有顾客谈过，说我们的只会回来找哈、啊，为什么呢？穿的不好，因为你去外面来讲哈、啊，他们没有这么美的版型，怎么说没有这么美？尤其是一些大牌，他们是个欧美的尺寸，对啊、我们的这个尺寸是跟亚洲我们的顾客群的尺寸来去定啊、就是说去制作出来的哈。它这边不会有太多的多余的布，这边也不会看到太多多余的布，就是 overall 就是根据我们的尺寸。如果你跟那些大牌子，他们是跟他们国家欧美的那些 cutting 啊，他们的 hip 这个 part 啊，裤档会很长。所以你穿出来这边会，一个是裤档太长了，穿起来掉下去不好看，还是这边很多布，这边很多布。我们这个就是跟回我们的尺寸，有买过我们这个厂家的，还有我们这，它几乎接近我们 custom made 的那个，应该是说一样的了啊，跟那个裁剪是一样的，接近就对了哈。所以整体非常显瘦，聚焦价钱80厘米，80厘米，包色不会错啊，包色不会错啊。这个的长度就是属于 angle length 啊，星期二那个是 full length， 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穿 M size 啊。来，我去换酒红，我去换蓝色的给你们看先。喜欢的话，不要只是带走一个色 ，OK？ 不要回来再补。不要再补了，那哈，补货不会补哈，但补货会是3-5个月后的事情了哈。所以说，如果你们是说，可能说，哎，我刚刚换了新工作，还是我心里会换新工作？基本来讲，不会抱那种心情。我换新工作，我的上班衣服我也想换一批。所以说，这个裤子，尤其是你上班需要到西装裤的，包色是不会错哈，可以包色。为什么呢？你去外面一条可能199，甚至有些是229。现在我家的80厘米，你就可以带走了哈。这个裤子来，你们看一下，如果是跟助理的尺寸啊 ，M 就好了。我是穿的 M size 啊，这个 OK， 我是穿的 M。那么 M 的腰围78就是我的 size 来的 ，OK， 我的 size 来的。所以说，跟我的尺码下单 M 就好了。来，我的身高是160，穿起来就是脚踝以上的那个的长度哈。那么整体这个的裁剪呢，你们如果能接受贴身哈、啊，臀部跟腰跟臀部哈、啊。
我建议说到78嘛 ，OK， 那么能接受贴身多个2 cm 可以吗？逼得到出来哈、啊，可以啊。整体来讲，能接受就是腰贴身还是臀部这贴身的话，跟着尺寸多个2 cm 啊是可以的话，前提就是说你要接受贴身，不然的话你就需要拿大，不可以拿小。微松给那些卡码拿大的话，微松你们可以加腰带哈，有耳朵可以给你绑腰带 ，OK？ 我是穿着 M size，OK？、Okay? 我是穿的 M， 非常显瘦的一个西装裤。最主要就是说，西装裤方面呢，我们已经是很久没有这个长度了啊，尤其这种啊，很久没有这个长度了，喜欢这个长度的不要错过哈。来，我们看 latte color 啊，星期二的是香槟 ，OK， 这个是 latte color， 它不是卡，它就是奶茶色啊，很特别的颜色，也很久了没有这一个颜色的裤子啊，基本上说话我们今天好像没有做过，没有比较，没有。我现在身上穿的是 latte color， OK， 喜欢的话不要只是带走一个，是说法 latte color， 我今年是没有做到啊，今年是没有，它不是卡，它就是属于奶茶的颜色，怎么配搭？直接配搭我这一件上衣，这样子你这样子上班就很好看了，整套啊，裤子80零级，上衣59零级啊，200零级还有的找啊，可是你在外面可能200零级只是买套，买到裤子卖了，买到裤子而已，现在这样子一整套带走，你就可以这样子上班穿了。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，穿 M size， 你穿到助理穿不到 L， 助理穿 L 会很松哦。很松啊。助理穿 L 会很松啊，这一件如果助理穿 L 会很松、啊。你们就跟尺寸来下单。对了对了，我就套不到 L 给你看哈。我要先声明啊，记得下单量的时候不要量错啊，腰是量腰最小。要讲多一次，腰是你老公会搂你的肚腩吗？不会啊，他搂你肚腩，你一定一巴给他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老公是搂腰吗？你自己想象一下，腰在哪里？你老公搂你哪里？啊，那个就叫做腰。boyfriend 搂哪里？搂腰，没有人搂肚腩，搂肚腩的话就是暗示你，哎，你肚腩很大了，要去减肥了。量腰是量腰最小的部分啊，不要量肚腩。你量肚腩，你一定会买错的，就是你买大了，一定会买大的。OK， 我现在身上穿的 latte， 你看从后面是这样子，整件裤子啊，它包到很美的就对了。所以想要买那种七分裤八分长的、啊，这个是必带走。刚才讲的裤脚这边是有款式的、啊，不是 plain 的、啊。它这边裤脚，你看它这边这样子微微。简单的一个这样子压线，然后加这样一个小看 ，overall 它看去你的脚是很纤瘦的，就对了 ，OK。这个版型之前是有做过，这个是爆款回货来的。想要穿的比较韩系日系的，带走我身上这个 latte， 然后搭这个 golden beige 上衣哈。因为我们星期二那个香槟色的裤子，很多顾客买不到，带走这个吧，带走这个颜色，是不是同一个色系 ？SI 很少啊 ，SI 超级的少啊，你们要的话不要 inbox 啊，不要 inbox 啊。同一个色系来的就对，来，我去问酒红色给你们看先啊 ，OK。面料是有弹力啊，面料有弹力啊，有弹力的一个西装面，可是它不会像上衣那种弹力来的这么大。这个的西装布面料，棉紧的西装布面料，几乎我们所有 custom made 的裤子都是用这一个面料，星期二的也是同一个面料来的。就你勒不到 L 给你们哈，勒不到哈，所以说，对啊。今天你要什么 size？ 没有打 size 留不到哈，没有打 size 留不到。记得下单 code color size 一起打哈，要确保拿得到的话 code color size 一起打，不要只是打 code 不打 size， 打 size 不打 code 这样子哈，很难领到给你们。所以说有这种就是 code color size， 你们打在同一个 message 里面，然后你们就会有货的话就会收到 link 哈。手脚要快啊 ，OK？ 你看我们星期二播，星期三晚上就很多，星期二早应该说星期三早上就很多断完了 ，OK？ 对，这一个款式我 expect 它也是很快就，因为这个数量更少，它裁剪非常棒就对了。所以说，总之你们上班找着西装裤的，星期二的有些颜色你买不到了，有些尺码你买不到了，趁现在暂时还齐呀、啊。现在暂时还行，你们可以直接带走几个色 ，OK， 带走几个色哈。还是你星期二已经买了，你要添加不同的颜色，你就可以考虑带走 latte 或者是酒红色，这两个色是我现在身上穿的酒红和 latte。你们下班方式 code color size 就对了，打 code color size 就好了哈。星期二已经买了那个款式的，想要买跟星期二颜色不一样的，可以考虑带走我身上的酒红或者是这个 latte color， 这两个颜色是新的，跟星期二的 totally 不一样的。
星期二错过了蓝和黑的，可以考虑这两个啊。蓝跟黑就跟星期二的那个颜色是一样的，这个 denim blue 和这个蓝色是跟星期二的一样的，就对了，四个色。OK， 这个就四个色。我身上穿的酒红色，新年这样子配的很好看，尤其是你上班新年上班时候这样子穿。因为毕竟我下半身穿的酒红色嘛，我上半身就配一个比较浅的粉色，配白色一定是配搭得到，可是我这样子配 overall 它会很时髦的那个感觉就对了，然后加添加一份女人味，行吗？然后说整体来讲，这个红不用担心说，只适合过年穿，不会啊，只有你上班穿还是 OK， 因为它是属于比较暗的比较暗的那个酒红，所以说啊，更过了年穿也是适合的哈。其实应该这么讲了，四个色里面呢，三个色是显瘦的，这只是 latte color 是属于比较浅 ，OK， latte color 是比较浅。其他的三个色都是比较显瘦的，需要检查尺寸的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哈、啊。然后这个的酒红跟星期二的也不一样，星期二那个就是红的红啊，这个就是酒红，比较它的 tone 是比较暗的就对了，不像星期二那个比较 bright。转后面是这样子的，中腰啊，这一件是中腰，加上它的长度是属于七分长的那种，就是 angle length 的那一种长度。纽扣用了一个很别致的纽扣，它纽扣是有款式的，这样子的 ，OK， 金色的，所有的纽扣都是金色。前面拉链，左右两侧口袋是方身的，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。这一件是穿 M， 想要找美美的西装裤的，last call 了，这种裁剪，对，这个裁剪是 last call， 对，我还有最后一个裁剪就是直筒的，可是我不晓得他赶得及吗？我有点赶脚了，现在。我有点紧张了，来27、27、37啊！我身上穿的是酒红啊，二十七是69啊，可是你的臀部37的话，37的话那就94了 ，OK， 94的话 S 可以啊 ，S 可以啊，你看我穿了还有空间啊，因为它面料弹性很大啦、啊，放在我棉紧的面料里面，这个面料也是。它比较适合穿裤子，然后它大弹性，这样子的面料就这样子修裤管的会比较适合啊。OK， 我现在身上穿的是酒红，我去换黑色给你们看先。啊，随便来问尺寸的啊，洋洋 S 就可以了 ，S 就可以了。Janice， 你的收到令了，你检查一下 inbox 好吗？还要加单的赶快啊 ，OK。因为其实。74的话，你能接受贴身选择 S 啦，不能的话就需要 M 会微松啊。我们先声明啊，你是穿得到 S 的，如果你的臀部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，前提就是说你要接受贴身哈。JPY88 最小从 S 开始，最大它去到 XL 啊 ，OK， 这个款式最大去到 XL 哈，数量很少啊，要的话手脚快，不然待会你就买不到啊，因为星期二就是星期二，我们一个款式五个色，有些顾客就认为五个色我慢慢选，可是到最后一个色都买不到，因为真的是太数量有限嘛，加上说。这样子的价钱你带走包色都不会错哈，因为他就想要五个色，他有选择困难症，然后在那边想，然后想回来的时候真的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要的话赶快，因为现在我就换了黑色，大众色来讲经典颜色一定是黑色了，如果你上班有些人上班只允许穿很素的颜色，黑色必带走，我下半身黑色就因为它是比较素的颜色嘛，我上半身就衬搭一件这样子比较亮的颜色，就配搭回刚才那个 baby pink 的上衣，这样子来配搭，跟着助理的尺寸下单啦、啊。这一件穿 M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主要蓝色 S 最后一件啦、啊，蓝色 S 最后一件。然后说主播现在那个所有的颜色你要选择选色啊、要说最显瘦的肯定就是主播黑色啦，黑色。基本上有三个色是显瘦的颜色了 ，denim blue 一样是显瘦，有太多黑，你可以考虑带走这些 denim blue。然后想要新年穿的，然后跟以往不一样的颜色，还是想要显瘦，还是说你拿不到 denim blue 可以选择带走黑色这样子哈？ Okay, 这两个色，这三个色都会有那个显瘦的效果 ，OK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latte color， 星期二买不到香槟色的话，可以考虑 latte color。latte color 是比较少有，今年收发都没有过。82108的话 ，L size 啊 ，OK 啊，你的腰82，臀部108，需要带走 L size 啊 ，L size 就可以了。它跟我们
星期二那个是不一样的，星期二那个是 full length 的长裤，属于长裤的那个长度，这个就是七到八分的那个长度啊。然后版 cutting 方面是一样，只是说版型是不，就是那个裁剪方面是一样，只是它 cutting design 是不一样的。刚才讲的，它这边脚这边是这样子有压线 ，overall 穿起来你的脚会很纤瘦的就对了。想要买西装裤的话，这一期的话就不要错过这个款，这个比较啊中腰的，不要错过这个款。蓝色 S 没有了哈，蓝色 S 没有了啊，现在 S 还剩下这三个色啊 ，S 还剩下黑、latte 还有酒红色，其他芝麻还有少少，因为待会还会有没有，所以在直播看着的，回来直播间下单，不要 inbox 下单啊，不要 inbox 下单，回来这一边下单。Isabella， 你的蓝色是留了，然后说你在加 latte 是吗？一下子啊。我这里的记录，你的蓝色是留了的，然后说我再看，你有下哪天吗？一下子啊，你继续。OK， 来看多一次颜色啊，深色黑，经典的颜色黑色啦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显瘦的颜色，就是这个 denim blue， 星期二一样是有黑和 denim blue， 如果星期二买不到的，可以考虑带走这两个色，这两个色，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显瘦的比较特殊的颜色，就有这个酒红。再来讲啊，这个酒红啊不是那种很亮的啊，这个 after new year 穿肯定是没有问题，你去外面找也比较少看到这样子的颜色。外面的颜色最多是黑色啦、黑卡或者是灰色啊，你就没有的选了哈，就是这些颜色。所以说这一批来讲，颜色方面就是除了黑色，其他三个色是外面比较少见的哈。你要怎么搭？其实很容易搭，不会说难搭的。这个酒红你搭黑色一定是搭得到，可是你要搭的比较 trendy 比较时髦，你就像我刚才这样子，酒红搭粉色这样子来搭。然后你的粉啊，你又不可以搭得太亮的那种粉，你会搭不到的、啊，真的。所以我搭我也有配搭过了的，你这样子配搭是刚刚好的，就是一个柔 dusty 这样子的颜色，配一个这样子的颜色，一定是搭得到。然后另外一个色呢，就是这个 latte color，latte color 就是比较新的颜色，比较少，比较少见，然后外面也很少可以看到的颜色哈。所以还要加单，还要下单的赶快 ，OK。啊，有收到link的都留了哈，暂时还没收到link了，刚刚留言的还没收到link的，等一下哈。买了不晓得怎么搭，直接带走我们这一件上衣这样子来配搭。Latte 配搭 Golden Beige 配搭卡其色的上衣一定是搭得到的 ，OK。然后酒红就像刚才讲的，你可以直接配搭这个 Pink Color 的上衣这样子来搭。蓝色呢，如果你要搭的很特别、比较出彩一点的，一样啊，蓝衬 baby blue， baby pink 一样是衬搭得到。我刚才蓝色配搭这个 pastel blue， 非常的好看，啊，非常的时尚感的啦，又带职场感这样子的配搭。黑色的话就不用多说了，什么颜色都搭得到。对，总之如果你想要把衣服，还是那些。之前 Dr. Lee 没有跟我们买过这样子西装裤的包色吗？你会很谢谢我哈，包色吗？你还没有试过我们西装裤的，你很，就算你担心等下不晓得穿到还是穿不到，你就买黑色回去先 ，OK？ 买黑色，因为毕竟黑色怎么说呢？你上班一定会有穿到的，黑色的裤子一定会有穿到。你试了一次，你下次你就回来找。还有这样子的款式吗？这个裁剪，对，这样子的裁剪 ，OK， 还要下单要加单的，赶快，没有的话我就我换一件上衣给你们配搭给你们看啊，你要我换这件上衣给你们搭，可以吗？我换上来给你们看，如果你要搭的去低呢，一下子要等，我助理在写完订单，我快速的换给你们看那个感觉啊。给你们说，哎，可能说你是说，会有一些方阵要出席，想上半身搭一些有一点小性感的上衣，我们就待会那个上衣一起带走哈。因为 after this 我会中途休息五分钟啊。来，刚才谁买了这件黑色的上衣还是白色的上衣？
你可以一样是搭得到了 ，OK， 一样是搭得到，你看就很有那种 dinner feel 的感觉。totally 不一样啊，就说可能那一天你刚好上班，可能公司派你去 attend 某些 event 啊，还是 company dinner 啊，你又不想穿得太隆重，就是微微带点性感，还是想就是说上半身带着稍微的小女人感觉，可是下半身整体有职场风的，可以这样子来搭。很好看，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所以刚才还没有下单这一件上衣的，也帮他带走吧，尤其是这样子黑色，黑色这样子整套，我很少会这样子搭整套，可是我觉得这一件的整套这样子搭黑色，对，很好看，职场感带一点女人味，又带一点神秘感，还有小性感的那个感觉就对了。给我身上的黑裤子啊，还没下单的赶快 ，S size 的话只剩下S size 的话就剩下另外三个，黑色应该 S 也是最后一，黑色还有黑色有。蓝色 S 没有了哈，如果 SI 的话就剩下红色啊 ，Latte 跟黑色。OK， 今晚裤子的话，这个中低腰的中腰的裤子，西装裤的话就这一个款，待会我们还有多一个款，所以谁买了这件裤子想要 attend 某些比较隆重的上衣，我再放多一次尺寸给你们啦，因为上衣我们已经介绍了，就快速的。需要的话上衣打扣它的 size 啊，L 的话只剩下白色最后两件，如果没错的话。上衣是 JTL04，其实上衣刚才谁搭这个酒红色也是非常好看，白搭酒红还是白搭蓝都很好看，上衣两个色也这样子搭法，我可以这样子来搭法。黑色的话这样子搭整件整身黑是非常棒的就对了。 OK， 我来祝你写完订单，我们就关播五分钟，休息五分钟，中途休息五分钟，还没有下单还要下单的现在啊，订单那边了，上衣是 JTL04， 谁要下单上衣的 JTL04 哈，我身上拿 JTL04 有微微的小性感啊，可能我们关播了之后啊，你往前滑回去，你就可以看到上衣的那个视频啊，就可以看到那个视频，两个色衣，白跟黑，待会还会重穿这件上衣的。OK， 待会我们还会重穿这件上衣，因为我要配搭另外一个裤子，非常好看的就对了。要下单上衣的赶快啊，因为数量不多，下单上衣的赶快。谁买了黑色的裤子？其实谁买了这件裤子，你搭这件上衣是不同的感觉的，跟我们刚才的搭法是不一样。如果你没有通知订单，抱歉的，我们找不到啊。如果有通知了的可以，然后我们允许拼两张单哈，不能说我今天付款了，我在第二张了，我再去第三，不能，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了避免出错，因为如果是因为这样子出错的话，你也摆得不开心，我们这里又做多很多工作，所以说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不愉快事情发生，一律允许拼两张单哈。我先声明啊 ，OK， 可能有些刚才没有听到啊，没有看到啊，这件上衣啊，它这边是若隐若现的、啊，透的 ，OK， 若隐若现的、啊，不要买了，哎。为什么透的你没有跟我们讲，我们有讲啊 ，OK， 像透的、就是、透的看得到啦，若隐若现的 ，OK， 如果你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话，就跳过，还是你上班想要这样子穿是可以的，就里面穿一个 tube bra 就好了。其实 overall 不会很明显，因为像助理每次讲，没有人会扑到你胸前看的。哎，那个是性骚扰了 ，OK， 那个是性骚扰，不会有人这样子扑到你前面来看，它就是若隐若现的，它就是那种不露的小性感，对了，来我们就休息五分钟，开回啊9:20呢啊，我们会开九点二十分，我们9:20再回来啊，我们中途休息五分钟 ，OK。